像我家来说也是不是很累，我的老公他也下岗的，一个我的孩子还在念小学，家庭还那个重，但是不管怎么样，我的年纪啊这样子，我还是把那个都谈在一起。大家喜欢的是，我们是希望都要把他和心病拍成菜，因为我看到我的心病，就看到我的弟弟，他现在要长大，要求我弟弟。这个孩子也有志气，今年本来已经考上大学了，但是他还是想着要进一流的大学，所以钱再苦多一点，所以我还就是硕大的意气，我支持他重新再读一年，明年再考。